你到这儿来，我这过来了。谁高谁大啊？对，是啊，是这个东西是啊，挨着点儿，这是点儿，钢琴，这是面积一片，这是树纸。你比如说那个油手啊，在新区里这就这样，其实这就是一个空着，就像一个球似的，哪有球啊？都是假借的，是吧？你是没有球啊？这个地方你肩放松，这样边放松。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说？你看他是住手，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撑啊，他就有力了。你比如我控制你，你起你抬不起来，你抬，你绝对抬不动，你一点抬不动。所以你控制我抬不起来啊，我要撤，你要撤啊，你控制我了，你看我，你看我这腿，看着啊，后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是力出肩，胸不起，就不让你出肩，你出肩力量没了。嗯，是吧？没了，没有了，是啊，不让你出肩，不让你出肩，所以这个手啊是助手，一个是这样，你不是走吗？你这样空了，我这样可以可以，是，都是挨到您，你怎么样？他这太爷们了，他两节啊，太爷光到这儿还有这儿呢。这个他是为什么两节啊？他把你这儿磕着，这地方你不撤呢？他这个地方，对，这个他两头肿了。你看他这个做得好，就轻轻的，越轻越好。你看，对，我就是老指你这儿，僵持这儿了，僵持这儿了，放松，就是手指是扣，我指你这扣是够了啊，就是放松，还放松，啊，放松，这个手要动，这手要动着的啊。跟着一起啊，对，啊，对，还是有的，就这样。这是手掌，见过太爷，改了。这个手掌啊，这是太爷的手掌，就是手掌。咱们这就是腕，因为腕是活的，您是这来，它不是活的吗？这是活的，这来它是活的。如果你是手掌，这就不能活。你比如手掌啊，你看这样戴啊，这样做出来，你看，这是那个啊。你比如我这样，他不抱我，他不抱我，他要抱我啊，我不让他抱。你看，我这样，我给他一个，我给他护法，让你活了，对，让过来我就过来，你看。我这老处处够你，我这个你老够你看，老在这儿，你看，是吧？你这一弄，他也得跑，这弄得跑，就是以实以虚。我这个实了，我这个又虚；我这个实了，这个又虚，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来，你坐着，他坐着蛮好，来，坐着，来，怎么都行，甭看他，甭看，就看他中间，就是，在，就看中中间，你肩可以了，别使劲儿。这个东西就是不使劲儿，坐的时候啊可以活动。那我的腿是让往倒，可以活动。你跟着我，这样走的时候啊，我跟你可以跑着走。这个坐进呢，可以跟着他这样坐。坐的时候啊，这两个肘子撑起来，这个踝啊就还撑着。你要一到这儿了，就是我就有点含胸这样，有一点含胸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含胸八位就是这样。你比如说这样啊，小哥。这不是这手都到了，你这弄我就这样，裤衩你带不了我呀，就是越骂越好，另外我听你的味道，我味道你能听得出来，就和我这会说话啊，我不说你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一说你就知道了，我不说啊，我心里藏着，就藏风藏着，我心里有什么话我不说，就是我要打你我也不说，你怎么我要进攻我也不说，就是哎，到时候了，你矛盾时候了。把你的劲捉出来了，笨劲捉出来，我要放你了。你瞧咧，我放你放我动，你正是正在抵抗我呢，我怎么放动的，是吧？就是呢，这个我腕子就是控制说这个地方，他要挤这个地方挨着。你看为什么要松啊？松。他不知道是吧？他不知道，你一紧你就知道了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挂他，你看，这不是有弓吗？你看这个地方这里来，这是毛子上挂他。如果要嗓子，这样嗓子偏着，这样一推了。如果在这儿挤这只胳膊，这一挤就没力量了。这一挤呢，你看这一冲就没力量了。如果他没力量的一推的手啊，脚上起来，只是脚底下，
越指底下越难看。它指底下它才能上来，不指底下它不能上来。你比如这个窟啊，够天够耳的，你看够天是吧？你比如说起不来，够它过不来，够耳的，这不都能过来吗？就看你怎么试。你这脚在前面，我蹭你这个，你看这个就是说，我在家你说我脚脚尖脚边就去蹭你了。哎，对，我手就是这样。过来了，是吧？人过来就说我在蹭你，是吧？如果说你在这方面你过来说，那我不理。我这儿就看，我如果在这儿这儿。都可以了。如果在这个上，我在这我就不理他，就看什么情况。然而我现在是不行了，那这个腿又坏了，跟不上，又岁数也花实了，就是说年岁也太老了，就是说知道你是严谨这么点吧，啊。这就说体验，我这要分证，要分证了。一分证就可以上证了，那我就可以，那我可以在这儿找，就是啊，阴阳嘛，是吧？啊，阴阳的，是不是？我找，你不是吧？你等我，你刚才说分证了，分证，分证我了啊，你就分证了啊，你这不是敞怀了，敞怀了，敞怀我可要求了，我这就这个啊啊，就是。你这么的没秘密，没秘密，你这么的正大。你呀，可以来看你来一个。脚一只脚，这二条，这一只脚脚，不就过来了吧？是吧？你如果一只在脚底下，它要往上升；如果往下边抬，这手这天，这耳朵，是吧？就过来了。如果是在这个什么之类的，都不要了，是吧？就对。老人就在这儿上了，这样吧，是吧？如果这样一来，我脖子很疼，是吧？你听明白了，中国分了两公里，就是说，这方子，你跟我比这个好。这个手要在这儿上，你不就挂着我了吗？你看我这个拳，我这个是要直，这个拳不要做太直了。一二，卷，叫卷，你看，要勒是吧？要这样写的，后面再看。你别说你这站着呢，那我不管。就说话你是吧？如果他这个状况是这样的状况，那我要你那个。就这吧，来，你带他，真的啦，来，难得我老师同我啲下次都有啦，来老师。哎，不接住，不要我碰你来啦，不要退，你不要控制我，你控制我，我起不来了，你这样摁住我啊，我起不来了，我这样越起越起来，你看我的腿，力不出肩，出肩了吧？就是这样，让他力出肩，想办法力不出肩。我这一来呀、啊，我手朝后撤，朝后撤了以后啊，我这一逮他就过来了，就这样就行了，慢慢的，这是啊，老鼠这，你老鼠这，你看，你越是我这个，你看，这老鼠就走，你这出来。你过来了，你咋？你就这样，你就随便你过来，你就随便你这样，你看，过来了，没劲，那我这儿就是按着，都挡着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，慢慢的。这工太忙了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子的时间要累，就这样，反正就这一次，没这样，不是这样。这拿好，不回去，我推你还指我，退是进，进是退，一直推我，你看，我还是进吧。我进还是进，退也是进，哎，坚持上边，坚持这儿过不来。你看这个劲儿，三分钟了，站桩你这一起来，你肘一起来，你看，这就知道了吧？如果这样来，那你就会过来不行，是吧？这就叫在站桩里，能放松，这样不行的，不回去。我推你还指我，指对，推你还指，你看，你看。
我这侄女，我这回来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我回来，你看，我越回来越远，你看越直越远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对就是两样，老张给我插好的钱，怎么样？这样，对，接着穿，别使劲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劲儿，啊、嗯，身子要转面上，对，这样不行了，那个肘撑着。哎，这量就到了，你看，这量就到了，你看这个就是它是。这个轴要向上了，人家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等你这个，像劈的，你把你劈过去就好了。往左呀。都在这头。成个头了。老实着干。老实着。你俾我嘢，我喺边食嘢啊？哎，老实着。会好。正嘢嚟啊！呢啲系甜品啊，冇食啲。但姜不是甜品。系啊。冻有冇食啊？整个整嘅整热烧食嗰啲冻，那一称啊，那一称那量就到了。这个是助手，这时候是助手是吧？他一到你心口啊，一张牙，你就你说你这就这。哎，唔够电喎，又再。有个充电的。唔系啊，佢电又再争电喎。佢是斩下斩下噶。对对对对。我出边啊，我嚟接俾你啊。唔知唔係我嘅，唔係我嘅，係師叔嘅。就是他這些，就是因為這分成兩個手中已經有分的，框定分，當時有這個嘛，這就是讓他這個手，你想，也是肘撐的。那、嗯、他如果要是這一來呢，我就這手站住，这手过来，你撅他，哎，对，你撅，你来一个这。